为您请到了相当特别的来宾，今天邀请到的是张曼玉小姐，你好。另外一位是苗侨伟帅哥啊，谢谢。两位特别来到我们连环炮当中呢，为我们节目呢来加油、来打气，为这新的一年开创新的佳绩。提到张曼玉呢，最近在我们国内很多这个影片当中可以看到她的杰出的演出，同时在流行歌曲里面呢，看到她呢在里面呢，尤其在 MTV 里面呢，哈，拍一首歌里面，哇，实在是相当美啊！你去看这首歌，是否可想到张曼玉如果当我们梦中情人，那该有多好？她呢，她的美呢是其实不是像一般人看到突然很亮丽的。各位看到他来到国内的频繁，这个去年度呢数次相当多啊，也非常频繁。那国内的观众朋友非常喜欢他，也很多人来信，希望能多多邀请他现场。今天在开春期间，终于如愿以偿了，来到我们节目，那向观众朋友问候一下。你们好。啊，你看多好，讲起话来就是三个字，你们好啊。国语还是像去年一样烂，这是缺陷美了，缺陷美。苗侨伟呢？苗侨伟，这个头发怎么突然变这样？这个帅哥就是帅哥，他的帅哥呢，因为他的长头发也挡不住他的帅气，剃光了还是那么帅，太帅。没有剃光头，因为造型，下个戏的造型。造型、啊。造型。过年怎么过的？相关的报告。我们在香港过年没有你们这边这么热闹啊。哇，为什么？你们这边有那个鞭炮放，噼啪啪噼啪啪啪。但是我们在香港也是噼啪啪啪啪啪，放就是在打麻将，噼啪噼啪啪啪啪，砰砰砰砰这样。一样是一样的热闹，因为他们香港好像就不准放鞭炮，可能是因为怕。所以我们来了之后放了。哦，昨天才在。好过瘾啊！在路街上放鞭炮。就是、来，今天我想让两位呢来批评一下，我到底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红呢、啊？红的这么奇怪、啊。这是我的肖像，可以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像啊，太帅。不管讲帅。但是这么看人缘啊，人像蛮人缘。看这个样子就是帅，只是没有不觉得怎么红到哪里去。那这样吧，以你们两个明星的角度，你看这个如果是怎么样再加一下会更红？啊，张曼玉，你先讲啊，他这个长相的缺点在哪里？我觉得男人啊，就应该眉毛要浓一点。浓点哦，好，不浓吗？因为没有男气。男子汉气概的，对，没有眉毛浓一点，请动手，请动手，这个已经很加一点点，看看出来是怎么样。哦，要再浓一点，对，就那么浓才可以啊。哦，这样子，这说的也有点道理，这个浓眉大眼嘛，对不对？是浓眉就对了啊。那还要加什么呢？除了眉毛加一点就好吗？他没有那个。对，叫什么？双眼皮啊？不是，睫毛。睫毛，没有睫毛。哦，加两滴，睫毛就是，哦。那就好看了。对对对，就没很多。为什么要擦 mascara？ 就没很多。啊，有睫毛。睫毛，对。哦。这个真的亮了好多啊，眼睛。哇，你看看这张曼玉，果然是一位这个整容专家。以我来看呢，你的。这个鼻子最差就是鼻子，鼻子太大了，太小了，太小了。你看，人家鼻子大就是比较等于财富，有财富。哦，对，像成龙。你看成龙的鼻多大啊？对不对？你的鼻子还比他还差。可是我这鼻子很大的，已经这样了。哎，但是成龙的鼻子还要更大，你知道？他鼻子到这里。哦，这个鼻眼是不够深的。啊，这样。哦，这个鼻子多大？你这太低了，你知道吗？还要高一点呢，高一点。这个头气没有。这个好像大象凝望了。没有。啊，还鼻孔。鼻孔也看到了。不能头气没有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我们国内一个捧恰恰鼻孔就是这样。哦，难怪他蛮红的。空气好一点啊。对。哦，还有没有改？他嘴巴。太白了，对不对？粗的嘴唇啊，啊，太细了，这是有感情丰富，感情丰富，对你都没有感情的，这是不好，要厚一点是吧？厚一点嘴，大大的厚一点的嘴巴才可以啊。哦，对对，要红一点，不能太白，嘴唇就是不能够白。对呀，我们为什么要擦口红啊？就是要漂亮一点啊。你就说。我以这个1988年新的造型应该是像这样。对，哎，还有没有演练是不好啊？啊，对，好像好累。不好不好，我问你，你身翘术什么的？身翘是什么？
生肖就是属生肖，生肖就属属猪的。哎呀，真像一个猪，那个猪就那鼻子就响，这样子才能够发财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姐发不发财啊，完全是看自己的命运，自己去努力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什么没有红的太厉害呢？就是因为你的长相没有像哪个人家。如果你的长相把它改成这个样子呢，一定会发大财。对，你说这样不单是红了。这样哦，你说我这样还红的不太厉害，我觉得已经很厉害。不是，总而言之呢，我们希望的观众朋友呢，这个新的一年当中要多努力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完全看自己。我们希望祝福张曼玉会更好，谢谢苗侨伟更好。谢谢。来，我们看一段精彩的不平衡先生。